哦，啊，不是啦，各位太把它政治化了，因为有很多好朋友好像看我在议会这个生气，啊，又感觉好像我被修理，愤愤不平。但是只是安抚一下的那状况，也告诉他，这一个我转头并不是生气，而是当天议长要求我去把这个事由、这个原因做一个说明，我不是去被执行。所以议员要执行我，因为说实在，他可以在往后的这一个总执行，当然我绝对会这一个接受执行，并不是所谓的生气。那包括有很多媒体说我又出招，我没有招，我只有拿铁锤，还有什么招？哎呀，不要这么政治，大家回到建设，像今天开工就会很高兴，我们为市民的建设来努力。大概最主要就这样子了。所以昨天那个发文只是想要安抚大家。对，没有什么要的，没，想太多了啦，不要那么政治啦。这个社会不缺少政治，但缺少建设啦，我们好好的去做建设。